弄到人家的裤子了，流汗了，你用到人家的内裤了，没关系啦，为什么一直在人家的裤子下面跑来跑去啊？是啊，又撞到裤子了啦，很爱撞裤子的你，撞到都头晕了。你在过山洞？对。是啊。嗯，是谁在说声音？是谁在嘿嘿？不是我，嘿嘿。嘿嘿。嘿嘿。我一撞到房子了啦，你的回音。对呀、啊。啊，汪翔。帮我名字。老板。光头老板，光头老板，回音又撞到了，回音又撞到了，又弹回来了。